下面我们学习少林易筋经，我们进行分解演练和讲解。由第一式七掌举起开始，双手缓缓地向两拆托起，如同举起一个气球，之后举过自己的头顶前上方，化成一道气灌于自己的身心内，合掌当胸目平视前方。我们大家一块来做七掌举起，好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七掌举起的三遍动作。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，预备式，两掌举过自己的头顶前上方，再向两拆缓缓地落下来，之后放在。